我随时都在戴在身上的，就是我的婚戒。今年第七年，好快呀！小妹的这款婚戒里面，它有一颗小小的钻石藏在里面。哎呀，当时就觉得这个就是特别一下就撞到我心里去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会觉得你有一个很珍藏的东西，很就虽然婚戒是一直戴在手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，但是你会有一个非常 珍贵的一个像秘密一样的一个东西，只有你们自己知道。在我的珠宝盒里面的那一条非常珍贵的项链，我那一条就是有小秘密，就是它背后有瑞亚的名字。它人生的第一条，有着它自己名字的一条小项链，我希望可以陪它走很多年吧。珠宝它可以完全是一件非常日常的事情，它完全是一件。 你只要心情到了，你就可以想要去拥有的一件东西。